推动染菌服务，三年前推出了 TLGP， 总共系380名覆盖拼卡注册，支付差不多2300万元。本台去年底为高峰，不过工厂在尽头，先前摊主麦感应的社区媒体后，批评为了个幸福，税工入门梯，哦哦走走。推动染菌服务处出来回事的，也认识为继续开放工体，不卖给你去参观，强下来监督工厂的品质。卖服嘅人要工体人员带到各处卖服嘅，详细看啊，作为前提，要提出疑问。贵生意呢，卖服嘅梦想早已完成，三因为之前要其他卖服嘅人对社区媒体批评，幸福出车的施工品质唔好，还有工人的新嘅偏速度，乱批槟榔汁垃圾一条。其他买屋的人做僵尸咁买屋嘅，也要按样情况，结果啲员工交屋钱来工地看啦。就来看实际的状况比较准啦，对，因为毕竟网络很多消息，你也不知道，没有看到正确，你也不是真的还是不正确的啦，还是要实际看为主。比较小间，没有晒衣间，然后厨房不是我预期所想象的。就是这样子，大致上是还 OK 啦。为了陪属于较大的家庭完成买屋的梦想，香港政府在1806年斥资800亿元，对台中市康乐差头审核，企业总共312户的幸福注册。本台安算去年生意要搞活，工厂杀进土地呢，也还有本买屋的人批评。包上了台中县政府要全面废设立，承诺要加强工体的管理。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嚼槟榔，但事实上，对不起啊，我们尽量啊，我们尽量好不好？我们尽量维持这个三步的政策，尽量的能够找出它应该改善的地方，然后要求施工单位来改善，啊，将来能够让那个承购户或者住户进来的时候，能够满意度非常高。同县政府也讲，一下幸福出车规划的市场是营业完工，因数据还会陆续交货。第一波嘅都欢迎买屋嘅人随时来租换参观，强下来因数屋嘅工厂。同时要求包商要修正问题，下个新闻是居民，台中报道。